这是一台贴合涂泡一体机，无需真空泵，无需空压机，贴合涂泡一次完成，做到100%融泡。下面我们讲解一下这些仪表。这个是真空表，贴合时间继电器，可以通过里面的数码化调节。这个涂泡时间继电器，这个是贴合压力，贴合压力可以通过后面的调压阀来调节，一般我们调到0.5。这个是转换开关，这个是启动键，这个是手动排气按钮，一般用的很少。这个是除泡压力表，这个是贴合除泡的温度计，一般我们设了40。下面我们演示一下，首先插上电源线，打开后面的电源开关，将温度计设了40，将贴合压力调到5公斤，时间是贴合时间25秒，除泡5分钟。先清洁一下屏幕，这是覆膜机覆好膜的盖子，中间点一小点，然后按顺序撕开。现在开始贴合，下面开始除泡，一键完成。
全部无